Hello，嗨，大家好，很久没有开那个 IG 的直播了，然后，Hello，今天呢就是要来跟大家说一件事情，这里，啊。很大一个 ，Hello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然后这个东西呢，第一次看我直播，好，因为其实我也很少直播，哈哈。嗨，大家好。好快哦，才不到1分钟，有500个人在看我们了，好快哦，好快哦。很棒，很棒。好的，那要给大家看一下那个，今天火锅好吃吗？好吃啊！这谁超美的？我知道，我。好啦，今天来跟大家就是直播的时候，顺便介绍一下那个行动电源，然后也让大家看一下就是食品，行动电源的食品长怎么样？大家看，在这里，哎呀。就是第一批的，就是货，然后会在明天的时候会帮大家寄出去，这样子。然后，这些东西啊，就是在明天的时候会寄出去，是第一波订购的人会收到这样子。然后第二波订购的可能就是要再等一下，因为。厂商还没有就是弄这么快这样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然后来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食品这个，它有分就是1万安培，然后还有5000的两种，这是1万的，它就是会比较厚，比较大一个，应该跟我还蛮像的吧，跟我本人应该蛮像的吧，好，现在比较素一点。钓虾无聊来看我直播，那可以就是请我吃虾。我是不是变瘦了？有吗？我没有变瘦吧？有吗？Jessica 很会讲话哦，哎呦，对，就是充电宝，然后有大的跟小的，这个是大的，就是容量有1万的，然后这个是小的，这个是小的，它其实它们差不多，只是容量不太一样而已。就是一个大的，一个小的，这样会反光吗？这样，对，然后大的、小的都有在卖。那第一批就是这一批，明天会帮大家寄出去，所以大家就是等待一下，就耐心等待。然后收到的时候记得再跟我说一声，这样子。然后，好喜欢我的声音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哦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这个行动电源，我先把它放旁边。行动电源打开以后啊，它就是长这样子，一个这样子的行动电源，这样子。然后它可以就是因为有些人是 Android 的手机，那有些人是 Apple 的手机，所以它在这个行动电源里面很贴心的，就是有帮大家。附这个线，然后充电的线，然后还有USB 的头，然后还有这个充电的线，然后另外它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，就是它有这个东西，这个也是转接头，就是付给大家这样子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国光最近那一集有介绍，对，然后顺便跟大家说一下，就是介绍国光的这一集是在。5月9号的时候会播，5月9号的时候会播，这样。这个我先把它塞回去，然后，这里在这里也可以看得到，就是你的用电量，像现在是满格的，对，这超方便的，这个很方便的，一颗多少想买？哎，我看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因为我有点忘记，我看一下哦。拿我的手机，这一颗多少？
有点忘了，因为第一批已经卖过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多少钱，等我一下。好不专业哦，我怎么这样？大家如果想要购买的话，就是可以在 Facebook 上面搜寻，这里看得到吗？就是打我的Facebook 许维安，看到吗？打 Facebook 打上许维安，这里 BB 许，然后就可以直接搜寻，搜寻好看到我就是置顶的文章，来看一下我置顶的文章，置顶文章这里有写，就是如果5000 ampere 就是这个小的容量这一个，那是800块，价钱是800块。那如果说是10000的这个，10000就是比较大的这一个，它的价钱是1200。对，然后满1000就免运了，所以有些人会可以就是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，或者是。就是两个都是大的或两个小的，或者是 maybe 你想要几个都可以。对，然后如果没有满1000的话，我们的运费就是100这样子。但是因为他就是没有赚很多钱啊，毕竟他就是你知道客制化商品本来就比较贵，所以其实现在目前都是成本价。那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，一样就是私讯到我们的这个Facebook许维安 Facebook， 然后私讯你就说你要几个，然后告诉我说你想要多少容量的几颗这样子。我看到这叫什么 ANAN， 你可以到那个讯息，你要2颗是吗？好，那你等下帮我到讯息，然后传讯息给我好不好？因为我怕看不到。对对对，嗨威龙 ，Hello Hello Hello， 大家好。对，然后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直接讯息给我。然后如果要购买的话，也直接就是到粉丝团的讯息，或者是 IG 的小盒子，因为 IG 小盒子有时候是会吃讯息的，所以我怕就是没有看到。那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记得到 IG 的小盒子。然后这一次寄的话，我们就是第三波了，因为前面第一波就是我现在这一个嘛，这个。这是第一波寄出去的，然后第二波的话就是会在下礼拜的时候寄出，对，会在下礼拜。好，你传 IG 的，我等一下看。OK， 然后第二波的话就是会在下礼拜寄出，那我们再来的话就是第三波，第三波的话就是一样大家就是先汇款，然后等那个厂商寄给我，然后我就会马上寄给你们。如果我寄出的话，大概就是2天到3天之内会收到这样子。Hello Hello， 对对对，然后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玩一个东西了，这是我刚刚就是已经写好要寄出的名字这样子，然后明天会帮你们寄出。那现在呢，可以看一下大概什么样子。等一下直播我会放在就是 IG 上面，我会把它关起来，所以大家可以就是看一下直播前面我有介绍这样。那现在我要。有用 LINE 也用 LINE， 但是LINE 目前还没有开放，就是给大家就是做私讯这部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来跟线上的观众一起直播聊天啦，私讯了，好，我等一下看。然后现场有没有人想要跟我们一起直播的？没有我们，只有我。对，有人想要直播的吗？我们。开双直播，就是我现在会在里面抽出，今天抽一位好了，还是3位？我眼睛有点不舒服，对。然后看一下哦，有谁想要加入直播的？有谁想要加入直播的呀？可以按一下那个直播视讯要求。Hello， 晚上好。我来看看哦。有，我看到有人按要求了。还有谁？这什么？哦，好可爱哦，是这个。对，那如果刚刚就是要行动电源的一样，就是直接私讯，然后晚一点会看。
再就是一一回复给大家。看一下现在有谁在线上想要跟我们一起直播的。生气气，为什么生气？你按那个直播要求，快点按一下直播要求。诶，我刚刚是当了一下是不是？我刚刚是当机一下是吧？有人想要一起开直播聊天吗？可以问问题，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一个人可以问一个问题。好像有点宕机耶，大家不要按爱心，不然我这里会宕机。因为按太快了，我这里会宕机。有按了是吗？好，我看一下。我 IG 好像有点宕机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家不要再传表情贴图了，我的手机要宕机了，这样我看不到你们。天哪！怎么会这样？改不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改不了。这按不开耶，为什么？所以我应该要就是结束然后重新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查看，奇怪，真的不行耶。好啦，那我就是关直播然后我重新开一次好了，因为好像哦，用贴图会宕机，原来如此，好了解。那我现在把IG 关起来，然后我再开一次，大家再帮我按一下，就是直播要求。等等见，等等见。